吉尼斯天团蓝的成员松本润11年前和女星井上真央合作日版《流星花园》传出绯闻，多年来一直被传要结婚。而最近日本周刊文春报道，松本润早在4年前背着女友井上真央劈腿，小三被指是某位20几岁的 AV 女优，甚至还贴出了照片。目前松本润表示并不认识那名女子，事务所也暂时没有回应，但是粉丝们却炸了，迷妹纷纷表示夸他真帅就行，乱扯新闻当心无数个大嫂提刀来见。但是在一波口水战中，还是有吃瓜群众找错的关注点。既然奶们同款围巾和大衣的购买链接已经 get 了，还不来给大家拜个早年？昨天上午还没来得及把自己的大脑叫醒，就被韩剧粉们刷了屏。据韩国媒体报道，演员玄彬、张东健将合体出演张震导演的电视剧处女作《星星的都市》，迷妹们正在群起沸腾。可是没一会儿，男神们就出来打脸。电视剧制作方相关人士回应称，张东健的出演并不是事实，甚至都没有过相关的提案，而玄彬也未确定出演。而玄彬方面也回应称，虽然确实接到了提案，但是却没有商议过。对于接连出现确定出演《星星的都市》的报道，我们也非常尴尬。然而更尴尬的应该是早上刷屏的粉丝吧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如果真有一部剧能集结两大男神，就算你打我无数次脸，我也会一声不吭。